是一个宽袖，它是一个 oversize。它最特别的地方有非常多，不止一个，不止一个，就是我们的这个脖围，脖围的地方它就是有点像亨利领，大家很喜欢的，不会到太高，而且它颠覆了一般典雅的，就是衬衫的领子跟外套的领子，所以光领子已经够好看了。口袋的部分这一次是真的，但是这个口袋蛮小的啦，但是它是真的可以装东西的，所以两个口袋是可以装东西。再来呢，车线呢，剧院真的不用多说，剧院的车线工真的非常的细，除了直车线，横向也有车线，而且呢，这一次的牛仔外套工太细了，它下巴还抽虚，看到了吗？下面还接蕾丝。好，然后蕾丝啊，它其实是这样子反车进去的，所以其实你不用担心它会热。然后我们家的蕾丝啊是比较不会破的，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有勾破的问题。然后它的蕾丝是这种不修边，超级精美的，好不好？然后我觉得它就是 oversize 手袖，它是做一个开叉手袖，我觉得这是大家第一次看到的。所以呢，光这件的织法跟设计真的太特别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呢可以就是把它反折起来，就是变这样的感觉，或者是要再反折上去。然后呢，我觉得这样宽袖折起来也蛮利落可爱的。所以呢，它又有一个多穿。再来呢，经典式的拍照不穿好，我觉得这个穿起来好好看，因为它是整个这样斜摆的，而且还可以围盖住我们的屁股。总而言之呢，它的刷色非常的漂亮，你们收到绝对比直播好看很多。